银屑病的话，我们主要呢，检查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确定诊断，那确定诊断是临床诊断是为主的，但现在对于一些不典型的银屑病，或者一些特殊部位的银屑病，或者非常早期的银屑病，我们有一些辅助的手段，比如说皮肤镜，还有，这个组织病检。那么这是对这个疾病本身诊断进行一些检查，那对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中，或者它有没有合并内脏系统，我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检查，比如关节的检查，还有一些有没有三高啊，因为三高跟银屑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那么这些检查还就是跟这个疾病是个相关性的。那么还有在治疗当中，我们要注意一些药物有没有副反应，那么来监测药物副反应的检查，基本上是这个两个大方面。